走遍了北京、浙江、广东的溪流。我和羽泉一直想钓胳膊一样长的马口，但却不尽人意。于是广州有个好大哥给我们推荐了一个石场小镇，说是能出脸一样大的马口。啾啾，接个电话。把手机静音。静了，静了，静了。哎，走，往下走，慢点啊。你像显得你屁股好大呀。记得夜里的，好吧。不，说实话，这个地方是真的好。基本上你在广州能搜到抖音上面的大咖，基本上都在这边玩。他们上的基本上都是20家的大马口，就看我们今天能不能上鱼了。策略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今天还用挂子洋片先搜，然后假如呢能搜到鱼呢，那我们就再往大沟里换。这基本上是探钓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策略啊。你看你们老说我很幸福，跟女朋友出来钓鱼付出的代价就是你要绑两次线，绑两次饵，解无数次挂底和绑无数次钩。你啥意思？还有不劳而获呗。我就是觉得不是拥有一个美丽可爱还能陪你玩的女朋友吗？对，长得还像明星，长得还一副明星脸，像羽泉。你跟我马口都吓跑了。刚刚有感觉到口吗？一口都没有。我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哇，哇，大大大大大！抄网，抄网，抄网！快快快，快抄网，抄网，抄网！哇，贼重！我去，不小，彩色的。刚刚最大的一口，就这么小，它都能咬这么大一口。你快点换！我要换大钩了，我换大钩了。你换大，你先用的是啥呀？我换挂子姜片。OK， 直接放在这里就行了，这样子。放到流水里，它这里面就会氧气。哦，换上大亮片了，这个彩蝶亮片，钩门呢不会特别大，会比较适中，这样鱼也好吞口。咱们待会儿可以一直往下游这么走，桥墩点我觉得也有，你一定要慢点啊，别踩高处。我看到有条大，看到条大的，就在你面前，对，就甩面前就行了。哦，中了。哎呀，脱了！哎西，这个方向很屌，中了，拉，提，没事，不着急，我抄网在你那里啊。哦，可以，牛逼！哎，我帮你抄，我帮你，你自己抄，还有你提，别这么拽，提起来。你不是说不能提吗？我说提，然后你不要。不是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？之前又说不要提出水面，今天又提。不是，你不提出水面，你要绷住宝宝，你这样绷住。不是，我得怎么做？你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绷住。你刚刚是已经这么松了，你知道吗？它一抖，它就掉了。再把我提鱼，你不要指挥。我错了，不指挥了啊！你来，不生气啊，过来，喝一口。就开心了，原谅我。罗非这个季节已经不开口了。哦，是吗？嗯，太冷了。正常来讲的话，可能我们现在上的很多都是罗非，其实也还挺有玩头的。但是现在天冷不开口，咱们可以待会儿在两口这里逛一逛，看有没有其他口可以钓。天上的电线杆是频里看得很近，实际上离我们很远。但兄弟们钓鱼时候都一定要远离电线，不然很容易芭比 Q 的。嘿嘿。走吧，找找看什么其他地方去。那拿着，我把鱼放了。本来我们是有两条的。哎，还有一条在这里。哇，这大嘴！刚才说放开我，你这个傻逼！你为什么要骂我？不是我，我在不揣摩他的心理活动，他肯定这么想的。哎，钓这半天，这条河就钓到一个这马口，但是我们路上看到好多鱼，就是冬天活性太低。我跑了一条，在某些人。哦，他咬我！你看，英明！你看，咬我！咬死他！在某些人英明指导下，我又跑鱼了。不，走吧，拜拜。在小镇其他河道又甩了一个下午，水越来越凉，鱼口越来越少，赶脚彻底没戏了。很多粉丝问，为什么你总带你女朋友钓小鱼？于是有个好心钓友也觉得小王他太可怜，决定带我俩去他的菜地，说要帮我女朋友钓腿一样大的鱼。我今天这钓友想要带你钓这么大的鱼。真的跟你腿一样长，1.8米长。没有，哎呀妈！你走，我害怕。你要慢点啊！你要等着我。啊？我害怕。那你走前面不怕？啊，那走哪都害怕。那我给我扛着你。
也不是不可以。哎，哈喽，在后面呢。我去，上了上了，快快看，腿一样大的鱼了，快快，你快快快快。我怕。啊？我怕那个鱼来了。什么鱼？这里很都有很多的。嗯。王八呢？3斤多吧，这里的鱼很瘦。咋了？你怕干？你怕啥呀？你怕我拉一点。能跟着这里钓，好像前面还有一个钓。在这边钓吗？行行行。我妈钓。没有，拎着它呢。没关系，动手吧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去吧，你就往那边扔，看到没？你就往这个河道这边上去搜，搜搜搜，按住按住，看你钓鱼要心惊胆战，就怕你挂了。哦，你那个很骚气、啊。你那更骚气，你那红色。你我是看说你准呢，还是说你不准呢？我在这跑了，这个位置让给你。中了。走走走走走！我去，这么大！今天口这么好吗？我去！哈哈哈！啊！我帮你带大石过来。你是怎么种的呀？是要沉一会儿吗？还是不是？这里水比较浅，过水就匀收就可以了。你要尽量扔远一点，很少在脚边有。经过15分钟的陪钓，最后依然一无所获。于是他说。去到前面吧，去到前面。我那一上午就真的，我这里从没打过鱼，最少的时候就是那天一条。我没中鱼这句话千万别剪进去啊！如果我没中鱼，你就把他刚才说的那段话变成这里很难钓的。我待会儿让他再多说一句行吗？从来没中过鱼。可慢点啊！拉倒！你两次挂这，你为啥一定要扔这呢？我刚才不是，我刚才在这儿挂的。哎妈！服了你！我知道挂你是我不对，但我下次还会挂的。你现在要生气，你的气生不完呢。是不是、啊、有道理？每次我挂你，你都生气，那这辈子你完了，你自己。那我估计活不过40。哦，中了，王一博，拿拿拿拿拿，你来你来你，你来你来，来来收收收收收快收快收快收，快收，快收，收到没？收到没？哇，爽不爽？哎，过了一个巨大的垃圾袋，这是一点力气没有啊？有力气吗？你把风线收紧台，风线收紧台。啊，我来我来我来来。啊，很容易丢。已经丢了吧？没有没有，还在。来收，让你看看。丢了丢了丢了，没了。没事没事。说好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这真的是我的错。嗯、没事没事，再来一个行。不行了，用尽洪荒之力也来不了。我们准备走了。我今天就是一个可爱美丽让人心疼的小飞物。我不仅自己没上鱼，还把你弄的鱼弄跑了。